连续六场比赛出现安打。三垒方向的弹跳球，三垒手接到之后，黄世豪行进间传一垒 ，nice play， 刺杀了林志平出局，形成一出局。哦，黄世豪，撸来撸行撸轻伤，越来越顺畅，所以他变成行进间，他也能够把球传得很准。也是拿过三垒金手套奖的。看到这个三垒，黄世豪跟刚刚出局的林志平哦，事实上在今年的明星赛先发三垒手，因为是向原是合组联军嘛哦，这个明星红队，黄世豪现在在网络票选的部分是69000多票领先第二名，就是林志平的54000票，不过这只是在网络票选的部分，还有。包括现场的投票，还有报纸哦，平面媒体的一个插牌哦，剪下来的投票还没有计算进去。打击轮到的是第三棒的陈金峰，所以两边的球迷啊都是在继续的冲票啦，希望自己的球员在明星赛可以获得先发的位置。这个看二垒手那边，这边是陈江河哦，领先第二名的郭彦文。有叶竹轩，你看他最近表现不错，马上也有一些票。对。昨天赛后张镇伟吧 MVP 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就有跟球迷讲，请你们投出神圣的一票。哇！不过兄弟在明星赛外野的先发三个位置，现在就排名一二三名呢。周思齐、张镇伟、张志豪，然后拉米狗是钟成佑哦，第四名，但是他差张志豪，第三名的张志豪就网络上面是1000多票而已。还有詹志尧跟这个陈冠任，詹志尧也是有51000多票在网络上面目前那个票选。不过兄弟。现在三个我排在一二三名的先发，周思齐、庄正伟跟庄志豪。我峰哥就是永远的峰哥啦哦，陈金峰现在打击区上的巅峰哎，哇被拉掉，这个没有出棒，三振啊！王建勋这场比赛投出的第二次的三振，两出局。这个球就是不好判断的好球，在外角然后很刁钻的位置。稍微然后这个 cutter 稍微走后门的效果，所以 game on 一下就放掉了，但最后球稍微有拐得进，那个球就是高度也在膝盖的那个左右哦，那个被拉掉只能打者也只能鼻子摸一摸了，没错，那以 game on 刚刚站的位置这样看起来会认为这个球太外角了，但接的位置还蛮不错。金峰呢？目前在明星红队的票选呢，先发 DH 还是排名第一啊，领先第二名的郭建宇，网络上有20000多票。不过这个游击手，这个是最恐怖、最接近的林志胜，这个球中外野方向飞扑，中外野手张志豪 nice play， 五星级的守备美技。接杀出局，没收了林志胜的一支安打 ，nice play， 也使得三局的下半，那么一个桃园队是3上3下，没有再得分，3局打完是1-0领先。